好。今天非常非常荣幸哈，我们广州总工会的陈主席来到我们高雄来做访问，我想我们总工会表示最大的诚意，欢迎他们，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跟他们鼓鼓掌，好不好？其实就要跟各位讲，白眼就不公平。你讲讲白眼，不要用，你讲公平，咱讲讲努力得了。我又开始在讲公平了，讲讲白眼。其实啦哈，我还是比较讲习惯讲台，我还是讲台语哈。其实啦哈，咱这样经常的开会，上重要就是第五年啦哈，我伫个李焕英对整个劳工保险的制度。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，我想这是对咱劳工朋友上介好诶一寡上基本的保障嘛吼。所以伫一段时间，包括有真侪即个国民年轻的工会，全真侪拢转去伫个即个职业工会吼。啊，我想即个部分，爱请咱的所有工会遮好朋友，甲咱的理事长、参咱的总干事拍一下拍，甲伊感谢吼，因为伊当时。因为这个水问啦哈，参这个年历的规定。那么我们高雄地区最近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投入整个的选举工作。那其实高雄最糟糕的就是失业率是全国倒数第二名，高雄县是全国倒数第三名。我想这不是咱要爱情的东西啦哈，所以我这摆特别跳出来，唔嘛咱这个各朋友，大家做伙来收收听，等你吧。咱即摆选举，卖个比过去迄款，会使讲是所事所国的状况哈，让我们高雄能够走出去，让世界能够走进来，让我们整个的失业能够做一定的程度的改善，安尼好唔好？世界行起来，高雄的经济搁听听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